我問探長，我哋係ICAC， 我哋為你涉及多種勒索貪污案，調查我，你可得可能啊！而家可以判我坐監嘅只有法官，你哋搞咁大壇嘢嚟拉我，無非都係為咗錢啫。咩反貪部門俾佢教我咪得咯？閉上變咗啦！荷里活有個大佬錢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